为什么你朋友会推荐你过来？因为他看不下去了。我有一天去他家载他的时候，他坐上来的时候看到，他觉得他一定要介绍一下，我去汽车美容一下。这些太脏吗？嗯，对。一开始没有去做汽车美容，原因可能说，慢慢找一下有没有人想要接手这样子。哦。但是现在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这个车好像又可以让我去再开个几年，开个几年，我觉得很开心啊。今天来了我们的车主小范，为什么你朋友会推荐你过来？因为他看不下去了。我有一天去他家载他的时候，他坐上来的时候看到，他觉得他一定要介绍一下，我去汽车美容一下。这些太脏吗？对，其实一开始没有去做汽车美容，原因可能说，慢慢找一下有没有人想要接手这样子。哦。但是现在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这个车好像又可以让我去再开个几年，开个几年，觉得这样子用的时候，车子跟新车一样，还蛮厉害。而且坐在里面又觉得更舒适，当然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所以觉得花这种小钱就不用特地去把车子报废，去买一台新车。这台 Golf 清洗前后一定差异超大，那想要直接看结果的就直接挑结尾，那想看这个疗愈的过程就继续看下去。
3天的时间，终于将赛车清洗完毕。整台车清洗前跟清洗后差异真的超大。那车主的预算只有大概抓在3万元，那我就建议他先做内装的拆洗跟外观的美容，先把成年的脏物清洗干净还原为主。毕竟这台车也是买中古车，而且车龄也5年以上了，内装之前车主怎么使用的也不知道，搞不好卫生超级差之类的，可能流汗啊、开车或是车内乱打喷嚏。至于外观，因为平常都是停在露天户外，没有良好的停车环境，平常偶尔代步，所以会建议先以清洗干净为主。那美容啊、抛光以增亮，就不需要做到除纹。整台车洗好后，剩下伤痕啊，像是外观的刮伤，或是内装的环保材质脱落发黏，就看日后车主会不会很在意。如果觉得不满意，再去做整理。毕竟我们要把预算花在重点上，以开得舒服和乘坐舒服为主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车交给车主，看车主看到车之后是什么样的反应。现在你看到这台车，你可以用你一个脸部表情来表达你心里的感想吗？我觉得很开心啊，应该比原本亮很多吧？很多，哇，这摸起来好滑哦！之前摸的时候是有颗粒颗粒的。这边我有特别帮你做一个，就是镀膜啊。你这边本来都很多白白的，有没有？啊，对，因为那是我自己手动打蜡的时候。对对，就是打到那个蜡会掉在上面。这个以前我就觉得看这个感觉很贵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才没想到才2万多块。哦，才2万多块，还蛮值得的。这个轮框我很有印象，因为轮框感觉换了，对，很脏，对。有讲说轮框怎么这么新，我想到轮胎是不是有帮忙换一个新的轮胎。那这一次你花了多少钱，要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。我这样子用了，我里面中度清洁，然后加上 外部的美容，我现在总共用了25,000到26,000左右，这样子。所以 CP 值你觉得超高？我觉得不用花什么很多钱去把它什么镀膜啊，就干嘛，就是做个基础的中度保养，然后再加上美容，整台车子就会变得跟新车一样，跟新车一样，我觉得相当值得。这个钱花得很值得，超乎我的预期。